师门家族从事紫砂行业已经有100多年了，追根溯源，从祖父施金平起到现在已经是第4代。施小马，施家第3代传人，今年54岁，从小随父研习紫砂陶艺，从他18岁进宜兴紫砂工艺厂算起，已经有36年的艺龄。而这一年龄段，在目前宜兴紫砂行业中，人们把施小马称为是制壶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实力派人物。我们这个家族呢，从我爷爷开始到我现在，大概不少100年，已经100多一点了。已经，我爷爷呢是从那个，现在我们说那个工作吧，就开始制壶。我父亲呢也是从10几岁开始，因为当时那个都是在一家一户的，都在家里做，因为是解放以前。后来呢，到那个解放后呢，我父亲呢就是，建立紫砂工艺厂的时候呢，我父亲是7个元老之一，我父亲呢一直工作到退休。我呢是从初中毕业，初中毕业以后呢，我也是很幸运，没下放。那个年代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都是下放的，我就分配建立紫砂工艺厂。施小马制壶魅力源于父亲施福生对工艺要求严谨的风格。施福生当年掌控着宜兴紫砂工艺厂半成品质检官，许多有定额任务的工艺匠们所制作的紫砂壶都期盼施老先生说一句好，这也就意味着这把壶能出关，能走向港澳台及东南亚市场，反之则被施老先生当场摔碎。而恰恰是父亲做事严谨的风格，从小便烙在施小马的心里。他热爱培养他几十年的宜兴紫砂工艺厂，虽然如今他已经退休在家，但从他的眼眸中依然闪烁着对老厂挥之不去的情结。我呢进厂以后呢，开始呢也不是做壶，是做紫砂瓶盆。我的师傅呢也是一个紫砂工艺厂的元老，叫陈福远。那个到70年代后80年代初的时候呢，那个也是随着市场的变化吧，那个紫砂盆效益并不好，后来呢就是大家改做外面生意市场吧，改做紫砂壶。80年代初期才开始，在父亲的指导下慢慢的开始做壶。其实就是做壶跟做盆呢，其实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在盆上打下的基本功呢，就开始从事我做壶这一块。我做壶呢，就是当时来讲呢，就是以方的先入手，方器为主。因为这是考虑到我有扎实的做瓶和盆的基本功。因为我父亲呢，他是做花货，我父亲呢，就是他那个流派呢，就是跟周朴琴他们是一个流派，所以我反而是没有我继承我父亲的流派。我当时呢，就是很喜欢就是有些机盒造型，包括现在有些工业设计，我挺喜欢，我也很爱好。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时候呢，比较规范。因为每年啊，我们厂里啊，陶瓷公司啊，都主办一些国内比较高档次的、高层次的这个陶瓷设计评比，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对我们来讲呢，对一个作者来讲呢，也是一个那考试吧，因为就是那个从8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时期呢，好像就是他每年主办就是我们陶瓷公司跟紫砂厂参与这些大的全国陶瓷设计评比。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厂里呢有定期的
搞一些就是实心产品，就是评比。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纪也轻，也很高兴的去参加这些活动。对我们来讲，既是学习，也是一种就是让一些专家、陶瓷专家、一些老师啊，就是请教他们，他们给我们指点。特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们进了两次，我是83年进修一次，88年进修一次，都是进修的陶瓷造型设计。因为我们呢，就是当时进厂的时候呢，也并没有多少的文化，也没有系统的就是进过那个艺术学校，所以还是就是厂里培养了我们。当时厂里把我们送到中央美院，就是进修了两次。我在造型上呢，我真的要感谢中央美院的老师。刚好我们是30多岁那个时候，就是创作刚刚开始，也有激情很高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教育，受了他们的指点，他们培养了我们，我们是要感谢他们。施小马有许多出手不凡的紫砂佳作，都诞生于老厂。他的作品以继承传统而不囿于传统的原则，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品多次在海内外等地展出，并多次获得省、国家级陶瓷专业评比大奖。1994年，在中国邮电部发行的一套4枚中国宜兴紫砂陶特种邮票中，紫砂壶名家顾景舟、周桂珍、潘池平、施小马四人制作的4把紫砂壶跃然于上，当即引起海内外紫砂壶收藏爱好者的浓厚兴趣。当年施小马以及深厚的艺术底蕴和熟练的技术脱颖而出，拷贝出了清末道光、咸丰年间赫赫有名的制壶名家邵大亨的龙头一捆竹。在当时宜兴制壶高手林立之地，施小马的作品能够登上国家发行的邮票，实属是后生可畏。难怪当今把玩紫砂壶的高手对施小马的作品推崇有加。研及紫砂壶的骨子，无外乎有内敛、朴实、实在、不张扬之说。无独有偶，紫砂名家施小马的性格恰恰就被业界以此喻之。施小马行事低调，且从不张扬，任何紫砂壶会展上始终见不到他的身影，任何紫砂研讨会上也没有他的言论。他朴实无华，足不出户，离群所居。他一年也做不了几把壶，精力全然投入到一个金字上。他的每一件精湛紫砂壶作品都是在一种灵感激活状态中完成的。作为施家第3代传人，他的作品不但传承了宜兴紫砂壶历史的底蕴之美，而且能把这种美表现得淋漓尽致。